可怜才过身偌久尔。你这妈想要甲别个查某结婚，你安尼敢对得起啊？今仔日我算是看清楚恁的真面目。苏小到底想干嘛？他会不会在这个三明治里面下毒？里面有铁钉哎！我知道你要来这的目的是什么。你为什么要这样误会我呢？你欺负一个查某囡仔啦，算什么大物件？阮大小姐即马人倒咧病院，再次输钱啦！周一到周五，中视晚间八点，《月亮上的幸福》。